因为刘丁硕我也和他打过，确实是给我的感觉，这名运动员啊，手上的感啊进攻还是防守段啊，手上感觉不错，无尾15项的比较少，可能单板的质量可能没有说的那么高，但是中性球啊，包括。 其实现在还是反手，好球，两个人一个，一比四，哇，好球，发正手段。 8-5，3-5，这就稍微有点5-5，去突破得分，对。 这球摆帽了，中8球，6-5，哇，5-7，6。 这是一个节奏变，8-7，这球失误，7-8-9，连续吃了两个球。 对抗当中，哇，反边，哇，11-11，这12，接发就是禁止。 对，那作为刘丁硕这边呢，基本上也是以发寻宾的正手短为主。出发球，1-0，1-1，1-2，这个球出手。 长球，3-2，能看出来徐彬彬其实做好了功课。3-4，刘丁硕还，太凶了，4-5，一个运气，减少刘丁硕的这个坏短控制，哇，这连续。 但是现在基本上老打成这个上旋球的对抗。
嗯，又是一个运气，迎宾就直接就给你打成长的上旋，中间位，刘丁硕还是相当能咬。 9-7，主动的一个局面。9-8，这个接法拼命的往前去扑。对，这个时候突然间，刘丁硕一个快劈长，完全顶住他。证明他的注意力啊，就是徐迎宾的注意力完全还是。你看反手这一。 第二局，现在，然后呢，徐迎宾他相对比较喜欢，看，换发球了，哎，<笑>因为昨天周继豪和徐迎宾打的时候，他的发球的变化，效果很好，球，0。 第三局来讲很成功，连续两个都是太狠了。哇，这球！哇，这球！打到这种局，刘丁硕能上风一些。没错。嗯，又是一些无。嗯，这是。 哇，这球接的好，好球，7-6，好球，6-8，7-8。 8-5落后，现在要追平，但始终是。9-9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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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9-9
这样，徐迎宾